大家好，我是君如，今天分享。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：什么才是一个人最高级的活法？底下有个高赞答案，只有九个字：事宜多，话宜少，人宜厚。仔细想想，确实如此。人生是一场旅行，唯有埋头过坎，守口修心。 厚道做人，路才能越走越宽。事宜多做。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：一个财主忧心忡忡的来寺庙诉说自己的苦恼。我最近每天脑子昏昏沉沉的，精神也不好。 可能是得了某种怪病，但吃了不少药，但总不见好转。我怀疑是我老婆给我下了药，她和儿子想谋夺我的财产。禅师听完，问他：“那你现在每天都在做什么呢？”财主说：“我现在什么也不干，家务由我老婆操持，家产由我儿子掌管。”禅师告诉他。 治好你这病其实也简单，你回去后每天上午把东院里的几堆柴火搬到西院，下午再把柴火从西院搬回东院，就这样搬上三十天，病就好了。财主回家后照做，一个月后他的病不药而愈了。他兴致勃勃找到禅师，按照您的方法。 我的病果然好了，现在我的老婆和儿子看上去也没那么坏了。禅师微微一笑说：“其实你根本没什么病，只是因为闲得没事做。人闲则别念妾生，人长时间无所事事，便会无限放大身边的琐事，看别人不顺眼，看万事不顺心。” 各种心病由此滋生。老话说得好：“闲人愁多，懒人病多，忙人快活。”让自己有事可做，身体才不会怠多无力，精神才不会萎靡不振。新闻漫画界的泰斗方程老先生，晚年思路仍非常敏捷。九十三岁时。 还能每天用电脑打字写传记。人们向他寻求养生之道，老先生风趣地回了一首诗：生活一向很平常，骑车、书画、写文章，养生就靠一个字——忙。让自己有事可做，才是最好的养生。字记文有言，勤靡于劳。 心有常闲，忙碌虽然会辛苦，但当日子有了奔头之后，生命会因此变得饱满充实。闲散似乎很轻松，但当无所事事成为常态，生活只会剩下空洞和虚无。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，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 只有竭尽全力度过每一天，才能抚养自得，享受生活的乐趣。话已少说。前段时间，我们公司空降了一个年轻的领导，很多老同事明里暗里表示不服，但没过多久，他就获得了那些老同事的交口称赞。有人评价说。 他虽然年纪轻轻，但内心沉稳，是个靠谱的工作伙伴。他学历很高，读过很多书，也见过很多世面。但是，当同事们私下聚会侃侃而谈时，他总是一言不发，安静的聆听别人的故事。他对工作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。 但是每次开会，其他人发表自己的观点时，他经常认真地在一旁记录，偶尔发表看法，也总是说到点子上，有理有据，让人信服。有人想排挤他，故意做错，他也不恼，客观地指出问题，并私下找对方沟通解决，没有在公司大肆宣扬。 有没有发现，那些看上去少言寡语的人，并不是不会说话，也不是没有脾气。相反，他们知道，比开口更重要的是闭嘴，比说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说。人在年轻时，常会羡慕那些能言善辩、口若悬河的人；到了一定年纪，才发现，世上最有力量的。 不是善变，而是无言。古龙说：“越是沉默寡言之人，其言语便越可贵，其人气度必有摄人之处，其言之价就更高。少言是手风藏拙，韬光养晦，在沉默中积蓄力量。雄鸡不鸣则已，一鸣则天下白。” 鹰击长空，万里无言，却振臂苍穹；水滴声弱，但日复一日，终可穿石。成大事者，必不喧哗，只是默默锤炼自己。十年磨一剑，出鞘必惊人。仁义厚道，这世上聪明的人很多，但厚道之人却非常难得。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：从前，狗和狐狸是好朋友，但他们的性格迥异。狗很忠厚，狐狸很精明。有一天，他们遇到了死神。死神对他们说：“你俩猜拳，赢的活着，输的就得死。”结果，狐狸输了，狗活了下来。善良的狗哭着说。 说好一起出石头的，我出了剪刀，你却出了布。行走在红尘俗世，精明以求自保无可厚非，但有时过了头的精明却是一场灾难。《增广贤文》中写道：“人善天不欺，终有得运时。人若厚道，天必善待。” 厚道做人是一种卓成的智慧，更是一种难得的远见。知名收藏家马未都身上发生过这样两件事：其一，有一次他和朋友们去乡下游玩，夜宿在一个农户家里。在吃饭时，马未都注意到农户家里的一张小炕桌，凭借多年的收藏经验。 他猜测这炕桌可能是个古物，于是用不菲的价格买下来了。农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倒也卖得心满意足。回到北京后，马卫都把这炕桌交给专家鉴定，结果发现此物收藏价值极高，自己给农户的价格偏低了，因此内心非常不安。 最后，专门派人又给农户送了一笔钱。还有一次，几个刚入行的小贩找他贩卖文物，因为不懂行情，报了很低的价格，马未都没有因此就大赚一把，反而出乎意料的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，让小贩们赚了大部分的利润。身边的朋友都嘲笑他太傻。 他却不以为然，反驳说：“你要反过来想，小贩们肯定都是愿意跟冤大头做生意，这样赚得多。这种肯吃亏的厚道做法，让马未都在收藏界有口皆碑。古董市场的卖家都喜欢和他做生意，每次遇到好古董，都会第一时间联系他。他看了不要。” 才联系其他收藏家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马未都得以在市场上抢占了很多先机，收藏事业蒸蒸日上。俗话说：“一两重的厚道，大于一吨重的小聪明。”厚道做人，在短期看似吃亏，但从长远看，正是在为自己积攒好运。 听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人生在世如长河入海，决定胜负的从来都不是一关一爱的得失和一时一地的亏盈，而是百川俱来的红沛。”人生不是一场短跑比赛，而是一场马拉松。待人以诚，人心归之；待人以厚，必有后福。 看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：“你前半生的生活方式，决定你后半生的打开方式。前半生忙碌充实，则后半生无所遗憾；前半生低调蓄力，则后半生求有所成；前半生厚道待人，则后半生厚福必至。你在三四月的事，八九月自有答案。”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，表达您真实的感受，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。最后，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感谢你们的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